本来是想要走的。策略很正常，你说，这是对四百的安慰。你的外线防我只能逼我射了，因为我一进去啊，他就开始犯规了。他们插那个防以后，应该贴紧你，你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，也没有机会防守，也没有机会投。他是认为我不会投，我会扑。对啊，但是我打一个反。对，这种情况下只能投了。我带一个脚，很大一个脚的。后面人太多。我也感觉突进去啊，不是吗？不是，上不太透了，一直拉我。我篮板都两个手拉住，对呀。上上上上上上！
啡感觉。哎，我们。
在那边打吧，快关灯了。哎呀，关灯来。哎呀，8:20了。有啊，打吧打吧，快熄灯了。能找一个人？不找。找你来刚好，我要转我的摄像头了。8:25我们就不休息了。好了好，我
给我。没有。啊！
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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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Thank you.
吃掉。来，我们的，呀，苏哥，你发球，然后，爱球，绕，绕。对他们已经防到我不让我拿球了，好久没有这种待遇。